弥勒菩萨常跪白眼，佛为法王尊超众生，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到。佛陀这殷勤付嘱啊，因为这个法教的重担将要落在弥勒菩萨的肩上。请问弥勒佛成道的时候，他要不要说净土法门？要不要赞叹极乐世界？要不要劝大家都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面前去？也要的。弥勒菩萨常跪白眼，佛威神尊重，所说快善，听佛经语，万心思之，世人十耳，如佛所言，今佛慈悯，显示大道，耳目开明，常得度脱，闻佛所说，莫不欢喜，诸天人民如动之泪，皆蒙慈恩，解脱忧苦，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智慧明鉴，八方上下，去来今世，莫不纠畅，听我众等，所以蒙得度脱，皆佛前世求道之时，艰苦所致，恩德普覆，福禄巍巍，光明彻照，达空无极，稳入泥环，教授点览，威智消化，感动十方，无穷无极，佛为法王，尊超众圣，普为一切天人之师，随心所愿皆令得道，今得执佛，复闻无量寿生，弥不欢喜，心得开明。弥勒菩萨常跪合掌啊，赞叹佛陀所做的这个伟大事业。所以在这个世间，佛的众弟子中，应该说弥勒佛啊，弥勒菩萨跟本师释迦牟尼佛之间，他们两位啊心心相印啊，别人很难了解的。因为弥勒菩萨他显现的，他很奇特，他本身就是种性高贵啊，啊，这个出家之前就是富二代、官二代出家的，然后呢，修行的时候也不用功，他这个是早上拜一拜佛，晚上拜一拜佛，说我会成佛的啊，就这样，别人都很精进，他就也不是很精进，啊，然后呢，游走族姓之家，他交的朋友都是有钱人。都是社会名流，啊，到他家喝茶，到他家，反正这个啊，听音乐，啊，甚至天上的供了佛一件那个金缕袈裟啊，佛陀就显得很朴素，他不穿，哎，然后佛陀就说：“哎，你们谁要这个袈裟呀？”这大家你看谁敢要啊？从最早的五比丘。到佛陀的这十大弟子，到诸大菩萨们，大家都看了，都不敢要，就是弥勒菩萨，你看，哎，给我，啊，那穿着这个金缕袈裟，街上晃来晃去，啊，所以实际上僧团里很多人是看不上眼的，觉得我这人，如果我做当家，我就把他签单了，这是看不到他身上有什么，如果有特点就是。好像喜欢吃好的，喜欢跟有钱人在一起，用功嘛不用的，吃好的穿好的，哎，长得又胖胖的，对吧？啊，白白胖胖，粉粉嫩嫩啊，这个到哪，这个，哎，就特别，他很特别。你看那个佛陀十大弟子里面有没有弥勒菩萨？没有，这个第一，那个第一，那个第一，他什么第一也排不上。所以佛陀给他授记说，他因为成佛，大家当场都很吃惊的。那他记你为成佛，
这佛陀在说九劫因缘。世尊，您曾说过阿逸多尊者将在您之后成佛，但这位尊者现在只是凡夫之身，没有断除三界烦恼，不知他命中后将会投生到什么地方呢？他虽出家为僧，但是不修禅定，不断烦恼，而您却授给他必定成佛，那他命中后到底会生在哪一个国土呢？我现在就为大家宣说，弥勒菩萨将来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佛果的预言授记，你们要注意仔细的听，并且好好思考。他说，你们不知道弥勒佛发菩提心比我还早啊，他说我九劫以来我都是他徒弟啊，我都是他的徒弟啊，他都是我老师啊，我师父啊。因为四个事情，四件事，我的修行才加速成佛，超过了他。就是徒弟修的精进，释迦佛陀的特点就是勇猛精进。弥勒菩萨不仅仅就这次降生在印度，在佛陀的座下出家啊，那个啊，这个比较那个啊，他就是以前修行也是这样的，就是特别就是这种富贵修行，修行不爱享乐，所以他连成佛的世界都是人的寿命很长，84000岁，国土庄严，没有坏蛋，他这些都实修实善的，然后转轮圣王给他护法的，转轮圣王威德特别大，然后就是他徒弟，你看他命好不好？哎，这个转轮圣王统治天下，一直就是给弥勒佛做护法，支持他，用自己的政权，用自己的威德，支持他弘扬佛法。同样是在娑婆世界成佛啊，那弥勒菩萨的境遇啊，跟佛陀、释迦牟尼佛那是截然不同。他的世界好像每个人都像天人一样的优美优雅，身材高大，素养高贵。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你看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我们却塑那么多大像，那么多大的像都是弥勒菩萨。在中国包括你像我们太原附近有个叫蒙山大佛，对吧，也是很大，也超过1300-1400年了啊，那种也非常大，他也是弥勒菩萨，弥勒佛。就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呢？因为弥勒菩萨的时代，弥勒佛的时代啊，人的福报大，没有天灾，没有人祸。弥勒菩萨他发的愿，他说只要我在哪里，那地方就风调雨顺，没有天灾人祸。所以我们现在提前，因为佛法是超时空的，知道吧？那等你以后龙华成道，那太远了，我现在就把你的佛像供着。你只要你发过愿的，只要你所在的地方就没有天灾人祸的。那个乐山那个地方，它就是啊，那个地方三江交汇啊，江流湍急，常常那里要船要翻船啊，经常的。所以有一位师父就化缘就造这个，然后他一个人化缘呢，大家也对他不那个，他为了表示虔诚就把眼挖掉，拖着钵沿街就跟着，我要塑弥勒大像，保这一方太平，请你们都资助我。所以到现在那个乐山大佛边上那个还有这个赵志尊佛像的这个师傅也塑在那，就是眼睛没有的，空空的一个洞，两个洞啊。你这个一个师傅要弘扬佛法也好，要给众生造福田也好，没有苦行你感动不了这个刚强的众生的。所以我们出家人啊，你看有的人、出家，我说真的假的呀？出家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弥勒菩萨的，为什么？你看，
这个我们中国那么多大象，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的愿力。还有呢，阿逸多尊者啊，那叫慈氏，他是慈悲心第一啊，大慈弥勒。而且呢，不管这样，哎，他的人缘也好。在我们中国，供释迦牟尼佛的多还是供弥勒菩萨的多？哎，你到处商店里一进，大肚子弥勒，开店的大肚子弥勒，对不对？哎，都是哈哈哈哈笑，你看，开口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事，对不对？他就是那个，哎，他是心宽体胖，啊，他降生到哪里都是这样，他降生到中国，降生到一个地方就怀念他到今天。义乌副大寺，现在那个寺院是当时义乌的市长亲自发起把它重新起来的，双林寺副大寺，到现在1500多年了。然后到宁波硬化的奉化，那个胖胖的这个形象是宁波的，唐后五代天福年间硬化在宁波，命弃子和尚。到现在你看全天下，他硬化了没几年，到宋朝的时候他的佛像就已经遍天下了。到现在都是我们一看弥勒，就是那个形象，大肚子弥勒拿一个布袋，哎，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别人问他什么是佛法，他把布袋子往地上一放，掐着腰，让抱着腰看着他，说这就是佛法吗？他把布袋子往肩上一丢，走掉了。你猜去吧，什么是佛法？后来人就解读啊，大家都解读什么意思呢？哦，佛法就是放下万缘啊，那这就是佛法吗？那他就再把它拎起来，放下提起皆自在，哎，这就是，哎，所以你去猜去吧，怎么猜都是佛法，放下也自在，提起也自在，走到哪里无挂无碍，这就是佛法。所以他老人家就是广结人缘，在宁波的时候大家种地的都去请他，因为他去采过的地方也没有病虫害，旱涝保收，这个亩产就增上，哎，他的福报啊，他走过的地方就是。后来东家请西家请啊，大家都去请，他都答应。到种地的时候，就是东家地里也有弥勒菩萨，西家地里也有弥勒菩萨，神奇不神奇啊？他不是说后代那个，他当时的时候就已经名扬天下。有一些修禅宗的人都要去，那个禅宗语录了很多他的对答的，但是他都用行为来表示，很多都是用行为。他的忍辱波罗蜜最有名了，有人骂老卓，老卓说他好，哎，你骂我坏，哎，我说你好。有人打老卓，老卓自睡倒，你是碰一拳他自己先躺倒了，你也省力气，我也少烦恼。有人唾老卓，你拿唾沫吐我，我擦都不擦，随他自干了。你有这胸怀，你在这个社会你可以，你做什么都可以成功的。这个波罗蜜便是宝中宝，这个波罗蜜好不好？哎，请问这是弥勒菩萨软弱吗？这是弥勒菩萨的大慈心，保护孩子啊，不要受苦啊，不要受伤害，学会保护自己，学会保护自己。哎，请问这个你走出去啊，都是石头啊，荆棘啊，请问你怎么走？你走去怎么走？你把那石头荆棘，你把天下这些都给它弄掉吗？哎，你这个工程干得完吗？干不完，你弄个鞋子穿在脚上就行了，是不是就简单了？走到哪里路路平，路路通。所以弥勒菩萨大慈是关爱众生啊，不忍这些孩子嘛，小孩子们受苦啊，人生坎坷啊，境遇繁多啊，外烦内恼充满了这个世界。哎，不要说你自己会被自己的情绪伤害到，你走出去垃圾人也多的是啊，你跟他计较啥？哎，所以能不能体现出这个是不是大慈情怀啊？慈以娱乐啊，慈就慈悲，大慈菩萨就给大家快乐。
这个波罗蜜便是宝中宝啊。所以你看菩萨的这个言语你记住啊，不仅仅开示会你自己得受用，我们的生命能够处处能够显得宽裕自在啊。这弥勒菩萨这里啊赞叹佛的，我这里也是赞叹赞叹弥勒菩萨，他老人家常常化现到人间呢，你一不小心就遇到他了。因为弥勒菩萨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化身千百亿，化身千百亿，他化现出来的频率是非常高的，非常高的，你一不小心就会遇到弥勒菩萨，所以他的众生缘分特别深厚，特别深厚。他就是将下一位佛，哎，下一位佛。所以佛陀本是释迦牟尼佛，就把这么宝贝的净土法门就接力棒交给了弥勒佛。请问弥勒佛成道的时候他要不要说净土法门？要不要赞叹极乐世界？要不要劝大家都往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面前去？也要的。在下面弥勒佛下面的佛狮子吼佛，再往后贤劫千佛，请问要不要弘扬净土法门？每一位佛成道的时候他跟弟子们说的时候都会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都是过去一个大劫，过去多少多少劫，那个时候的佛也是迦舍佛说法的时候也会跟大家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今现在说法啊，以后的佛还说今现在说法，你看是不是阿弥陀佛说法这时间久远不久远啊，非常久远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是不堪忍呐、啊，我们是觉得三天法会就了不得了呀，我要开三个月就都跑光光了，但是一个发长远心的，一个想生命有进步的，他会很有一个恒长心追随着佛陀在他的身边，哎，追随佛陀那成佛是最快的。所以本是释迦佛陀介绍我们去极乐世界，到阿弥陀佛座下天天听经闻法，而且那个听得很优美，风会说法，水会说法，种种的天乐会说法，说法的形式非常优美，大家听不厌足。所以这里我们弥勒菩萨啊，在这个经文里这里开始隆重登场啊，实际上就是弥勒菩萨就是承接这个净土法门啊，就继承的，无论多少年之后他也会记住向众生去弘扬这个法门。佛道弥勒汝言是也，若有慈敬于佛者实为大善，天下久久乃复有佛，今我于此世作佛，演说经法，宣布道教，断诸疑纲，拔爱欲之本，度众恶之源，游步三界，无所挂碍，点览智慧，众道之要，直持纲维，昭然分明，开示五趣，度未度者，觉证生死泥缓之道。弥勒当知，汝从无数劫来修菩萨行，欲度众生，其已久远，从汝得道，至于泥缓，不可称数。汝集十方诸天人民，一切四众，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畏勤苦，不可具言，乃至今世生死不绝，与佛相执，听受经法，又复得闻无量寿佛，快哉甚善，无助而喜，如今亦可自演生死老病痛苦，恶路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端身正行，亦作诸善，修己洁净，洗除心垢，
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专相整济，精明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勤苦，须臾之间，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常与道德合影，永拔生死根本，无复贪悔愚痴苦恼之患，欲受一劫百劫千亿万劫，自在随意，皆可得知，无为自然，赐于泥环之道，汝等一个精进，求心所愿，无得疑惑终悔，自为过咎，生彼边地七宝宫殿，五百岁中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众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作众恶，甚为至德，十方世界最无伦比，所以者何？诸佛国土天人之类，自然作善，不大为恶，亦可开化。今我于此世间作佛，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为罪俱苦，教化群生，令舍五恶，令去五痛，令离五烧，强化其意，令持五善，获其福德，度世长寿泥环之道。佛陀这殷勤付诸啊，教化，因为这个法教的重担将要落在弥勒菩萨的肩上。这个也就是很多人当时弥勒佛在世的时候啊，跟他在一起看不惯他啊，他就不理解，为什么他就成佛了呢？做事情的人啊，实际上啊，做事的也好，或者这个学习成绩好的人也是，一个成绩很好的人，他要考试之前啊，他不学习的，他放松玩，一考试考的成绩很好，他是什么？他早就在认真的学习积累。那平时不好好学习的人呢，到考试前，哦，你看他忙得不得了。那佛陀的那些下面的很多弟子，你看他很勇猛精进，很那个，他是刚修行不久。弥勒菩萨，你看他玩，哎，怎么放松，怎么自在？但实际上他久远劫已发菩提心了。他的功底，他的修行的功底深厚，你没办法测度，从表面看的。我这两天跟大家学习经典也是的，我这想办法放松，有时候我还听听音乐，平时我没有时间听啊，我这时候听音乐放松，因为什么？要讲经了，这个时候我越放松，我越祈祷极乐世界，越祈祷佛陀，越祈祷文殊菩萨加持，这个时候我是祈祷，我造一种场。这个场不是读书读来的，越放松，我们的思想境界越宁静，宁静而致远，你的生命力越自在，你到时候掌握这个场的这种，你就越自在。一个好的歌手不仅仅好歌唱的好，他的对这个人场拿捏收放他是很自在的，你不光看，哎呦，这个歌手嗓子也没有好，哎，这个长相也没好，你看别人还有什么特点？别人那个，哎，那个什么老鸭嗓子，哎，一上来别人就起哄。他气氛好，他上来做一个动作，别人都起哄。他有背后的福德，他平时他凝聚的，他关注众生的苦乐，他早就在默默的跟众生在交流了。这交流不是台上看得到的，所以弥勒菩萨也是这样。他久浅修行的功底深厚，他说一句话就可以度化无量众生的，他就笑一下，几千年人都超出供他的像，对不对？哎，你笑，你试试看，六个大牙，八个大牙露出来也不行。别人这个笑，你说修了多少劫啊？
他发菩提心的时候，他为什么叫大慈？因为他在修行的时候，有一天下大雪啊，深山上下大雪，没有吃的了。然后其中他在又饿，然后就找了一堆火在那烤火啊，抵御严寒啊，抵御这个肚子饿。因为他这个大菩萨在修行这么苦行的时候呢，有个鸽子就愿意供养他，所以这个鸽子就自己投到火里去，愿意供养这个修行者。那因为这个菩萨他知道这个鸽子的心念啊，请问菩萨感动不感动啊？啊，所以他就对着这个鸽子菩萨发愿，说你都能把你的生命供养给我，我又怎么样为了我的生命能吃你呢？啊，他说从今以后我发誓生生世世不吃众生肉啊。所以这个天下开素斋馆的家家都供弥勒菩萨，因为吃素是弥勒菩萨无量百千万劫久远劫来就是修的功德力。开素斋馆赚钱的很少的，但是我去过我们宁波的奉化啊，布袋弥勒菩萨他的肉身塔就在这个边上，有一个弟子就在那里盖了一个素斋馆。这素斋馆天天吃饭是排队要排，他一年要赚好几百万，就是很奇怪。就我就跟他说，你还了得，弥勒菩萨塔就在你边上呀，他就是吃素的祖宗啊。后来这个他们就开培训嘛，我们中国开那个素斋联盟啊，培训素斋啊，开会就到那里去开。我说对，选这个地方开好，因为这个开素斋的啊，吃素弥勒菩萨是我们祖师爷，到这里接，把这个法缘接回去，你的人缘众生缘就广大，就能够你的生意就能做下去啊。在这样一个世界宣导吃素多少不容易啊。西方极乐世界，